几岁嘛？几岁？我不会记那个数字。年纪数字我大概国中啊，高中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国中，他交女朋友，你们会反对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你又不是你姐，你凭什么讲不会？不是，那当然，那要叫他女朋友带他的朋友出来跟我们玩，舒服的，舒服，对，舒服就是看起来很舒服。胸看起来很舒服，胸部要不要大？胸部就是自然就是，自然就是内心比较重要。当一个歌手出来出唱片，要讲那么多话，会不会觉得很烦？还好啊，还好，那你多讲点。不要再问，他已经在烦了，他表情不对。没有没有没有。OK， 你们怎么会成为好朋友呢？他私底下也不太讲话，他这么沉默。他其实私底下也不是，也不太讲话，所以跟他真的很熟很熟。也不讲，但是也是很少很少，所以除非我们主动跟他讲，他才会回应你。他不会主动跟你聊天，他不会提个话题跟你聊。那你们平常怎么沟通？用笔的。就尽量就尽量想话题问他，跟他聊天，讲笑话给他听啊，他喜欢听人家讲笑话。他会笑吗？会，很会笑，对，而且他笑起来很娘，很娘。你是说声音很娘还是动作？动作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他笑都这样。你是用笑话跟他沟通，那山姆呢？啊，脑波吧。他其实他笑点还蛮低的，就是他现在笑够低吧？这个人就是你只要给他点小动，他都会笑啊。笑点你看，就是会笑，是。他蛮好征服，这样就笑了。对，就是其实跟他做朋友不难，就是你要敞开自己的心胸去接纳他。他笑点真的很低。对，就是很低，对。不是小关，然后你弄一个人啊，他笑点很低，随便。萧敬腾果然笑点很低啦，不过你们这群人未免也太无厘头了吧？看到这么多演艺圈的美女，美女，你会不会害羞？不会不会，不会了吗？那我们这个你长怎么样？很棒，很棒，来佩妮来坐到旁边。好，你好开心哦你。我还要穿情侣装哎。哪里情侣装啊？有啊，颜色。哦，来，好，那你勾着我们萧哥的手。勾着他的手没关系，朋友对，勾着。听着，你手要放过去啊，勾着，手要放过去，勾着没？勾着，然后靠着他的肩，靠着。他们俩好坏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男的手要放到大腿上。觉得他很僵硬。没有，不用管他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接受了，都可以啊，撞。来来，就可以啊，让轻松一点，可以。还是你要我勾你？都可以。不用他勾了，比较舒服。勾吧，不用怕啊，勾着没关系，难得哎。对，刚刚有人给我红包，叫他要上来，我都不拉他上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节目要人家轻松一点，嗯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的功能，好吧？你有什么话要问萧哥？他不自在吗？他看起来好，对啊，不开心的。杰老师，杰哥说你有个舞蹈动作很像我们那个老前辈诸葛亮大哥，有没有这个事？来，拿几个，他哪几个动作？基本上是整个舞蹈都是，因为刚刚那个艾乐芬他有提到说他膝盖是就是舞不痛站直嘛，他跳舞他都会这样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有摆手的动作，就会一气呵成的，你知道。你要不要摆一下让我们看看？现在有一个动作，这个，我已经学会了，不是吗？你再做看，现在学会了，表演一下。今天我们重金礼聘诸葛亮。我刚开始在学的时候，对，刚开始他都会弯膝盖，后来就好多了。后来他们有教我。其实我们讲话真的要用麦克风，我们没有糊弄你，那个真的有。对不起，我知道，我一直忘记。没关系，就是。那现在Penny坐你旁边舒不舒服？很好啊，很好。嗯，哎，请问一下啊，你这么沉默的一个男生，请问你第一次有感觉是几岁？感觉什么感觉？爱的感觉。哎，爱。生理啊，生理情形。我忘了，哪
笑。几岁嘛？几岁？我不会记那个数字。年纪？数字我大概国中啊，高中差不多。国中。可是你这个人很颠覆哎，因为你看你对不熟的人你会不自在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做的是一个表演的一个事业，要面对很多不认识的人。嗯，而且你为什么唱歌以后跟你现在这个完全不一样？真的吗？你在唱歌的时候是很狂野的一只狮子一样的。如果说你现在遇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女生，对，那你会比较多话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嗯，那你现在跟 Penny 聊一聊，聊 OK 啊？聊什么？你跟他聊，又问我，他住哪里啊？什么？睡着。你要问他说，小芳应该比较喜欢。睡啊，你又笨，锐气。你几岁？二一。哇，这哇点在哪里？有二十一。二十一岁，很好啊，加油！加油什么？要一边生啊？加油！要一边生。嗯，我自己也没有。就问他 MSN 哦 ，MSN 怎么了？不是你，不是鹦鹉哎，我不能讲什么你就。多少？你现在是遇到什么东西了？你要问人家多少什么？多少钱？那个账号多是多少？三维吧。账号。你有跟女生告白过吗？告白，告白其实应该是有。你有谈过恋爱吗？嗯，有。很刻骨铭心的还是淡淡的？不是，我很认真的。你怎么认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好，我觉得就是一般。那第一次什么时候？怎么？第一次手牵手。手牵手。嗯。大概是国中的时候。哦，有国中就手牵手，你还算蛮前卫的。对啊。人不可貌相。那所有第一次都是在国中吗？No。有部分第一次在高中，蛮后面，高二，在后面，高三哦，秘密，那你前面讲秘密吧，高二，后面高三秘密 ，OK， 够记住了，你先回来，先回来，你回来可以的，你也不摸人家，对啊，要是我早就摸他了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多久没有？啊，多久没有？没有什么女朋友，蛮久了。其实上一段，对啊，蛮久了，是个大概半年，半年还好。那这半年怎么过的？可以过啊。那我想怎么过的啊？我其实有一个人也是很棒啊。一个人，嗯，你后来就是跟这几个好朋友常常在一起嘛。去对工作的时候，或是工作结束的时候，你现在这么帅，对不对？然后话又很神哈，那人气很旺。谢谢。那有没有女孩子偷偷跟你示好？没有啊。有没有剩下的可以给康哥？剩下？怎么没有啊？其实没有。没人不敢吗？没有人跟我。是啊。是因为他们管太多了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其实我。因为我都语言，我也没跟他们示好，所以他们应该。如果女孩子主动跟你示好，怎么？你会接受吗？不会接受，就是好，就当朋友。有没有那个放电？对啊。对你放电过？放电是怎么放？放电怎么放？那三五膝盖碰你啊？没有，不会有。没有女孩子这样的。不会。那如果陪你主动跟你示好，说要跟你交朋友啊，想进去 ？OK 啊。我现在没有在介绍，我可以，我是打比方，可以。就像你陪你这样的女孩子，你就觉得蛮好。可以啊。OK 哈，那什么时候想交男不是这样，什么时候想交女朋友？女朋友就顺其自然，对，顺其自然，缘分。哎，你会不会说，哎，我现在是偶像歌手啊，那我就不能交女朋友这种？不会，就是感觉来，时间到了就是。哦，哎，他交女朋友，你们会反对吗？
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你又不是你姐，你凭什么讲不会？不是，那当然，那要叫他女朋友带他的朋友出来跟我们玩，那是妹头。那如果你交了女朋友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怕曝光？觉得所以心态要先调整好，调整好。对所以你没有关系就对了，曝光。到时候看怎么讨论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有一家夜店去玩都不会被拍哦、喔，你要不要去？少来。其实我不太去夜店哦、喔。那种地方啊，什么哪种地方？但是如果小芳他们带我去就 OK， 我自己不会去的。哦，我想问萧敬腾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形象的？圈内有没有女艺人是那个形象的？对，不是说你喜欢她哦，就是那个形象你会特别欣赏。行，我觉得就是舒服的，舒服，对，就是。有反应的，有谁？例如谁很什么方向的这个护？难讲，护也是舒服，舒服就是看起来很舒服，胸看起来很舒服，胸部要不要大？胸部就是自然就是，自然就是，身材要不要好？身材自然就是，身材重不重要？身材对，但我内心比较重要。